说瑞丽丽丽呢，他们跳了我的霹雳嘻霹雳嘻嘻，到底儿童歌曲被 YouTuber 跳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身为舞蹈老师的我觉得很不赖，就是不是智障的状态。然后身为霹雳喜霹雳喜喜的原作者，看到这种影片我觉得街舞版跳得非常好，有抓到那个我想要表达的，就是人人都可以跳舞，只要你愿意，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可以跳得非常好，只要有快乐的成分在里面，这样就好咯。好累好累，我跟你靠谷姐姐、达令姐姐这个。